PS5 如何扳回主屏幕？第二种方法。大家好，这个视频算是一个补充视频，就是在 PS5 玩游戏的时候怎么退回主界面。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，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热心评论，他们还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。先说第一个方法，现在是游戏中，摁一下 PS 键，它会出现一个界面，然后摁一下下，它会来到这个主页，然后在主页上摁 X， 这样就退回到主界面了。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我也是在评论中学会的，长按 PS 键。再来一次，大概1秒到2秒，如果轻按或点一下，它会弹出菜单，再点一下它会回去，摁住。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，自从我会了这个方法，我就放弃了之前教大家的那个方法，毕竟多点一步，看来 PS5 在用户体验设计上还差那么一个环节，至少说我不知道，而且还有很多网友在第一次拿到 PS5 之后不知道怎么退回游戏，像这种人群还是比较多的。但是还有一些网友有嘲讽的意思，这个就直接忽略了，因为我做的视频都是面向新手或入门级的同学的，各位高手看看路过就行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我是 Chair， 我们下次见。